我爱你吗？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会有牵挂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花开花落又是一季，春天啊你在哪里？天琪，还记得我们那会儿在 TT 语天天打游戏走 TP 的时候吗？你天天缠着我说要陪你练英雄，还让我天天给你唱歌听。浩文，我一个人真的好累啊。我知道他是我爸，他辛辛苦苦把我一个人带大，可是我也想有我自己的生活呀。怎么说他是你的爸爸呀？他今天让我给你见最后一面，怎么办呀？可叔叔这样总得有个原因吧？他是房子还是车子，总得给我个原因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哥呀，我是真心觉得那个小伙挺不错的啊，这件事你总该给个原因不是吗？我也不是，我也不想让他俩在一起。那不大哥，你都急死个人，那有啥话咱就摆明面上痛快的说。你说小两口在那哭嚎呢，这痛开心扉呢，这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，能成全就成全人家呗。再说是我在外边抱回来的，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且坚强，让我再来轻轻对你唱。我是你爸，不能害你吗？妈，你喜欢他，他哪去爱你？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？我是真心觉得那个小伙挺不错的啊，这件事你总该给个原因不是吗？我也不是，我也不想让他俩在一起。这两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，能成全就成全人家呗。再说是我在外边抱回来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搞过一个对象，那时候啊在外边跑拉脚，条件也不是太好，本身自己也没啥文化。有一次呢跑长途，我就在道边啊就把天琪捡回来，就我这条件本身就人就相不中我，再加上有这个天琪了，那也就是从那往后就是你一个人，这个真相你也没告天琪吧？我就怕天琪啊以后受欺负，今天呢我也看看这小子对天琪是否是真心的。21年了，这些话呀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，今天说出来啊我都开心多了，放轻松了。辛苦了，你替我保密啊。行行，叔，其实